那如果仔细听的话，可以发现它的吉他音色里面会有一层破音。我将 Blues Driver Waza 的高频调到最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Ryan 吉他指南。在经历了好几年的效果器研究以及无数次的调痛实战经验，今天我终于来挑战汪东城，摇滚之神鬼龙，台湾电吉他手第一把交椅大东哥的 Poker Face Guitar Solo。 在我看来，今天这一次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挑战，是一个比要调出 John Mayer 跟 Slash 的音色还要难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非得要使用一等一的高档效果器才能调出汪东城、摇滚之神鬼龙、台湾电吉他手第一把交椅大东哥的 solo 音色。今天我选择了 Strymon 的 Iridium 音响模拟来帮助我完成今天的挑战。那接下来挑战正式开始，那我们先来看看原本的影片。那在这边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我们两个的吉他音高不太一样。其实在这边呢，我们的汪东城、摇滚之神鬼龙、台湾电吉他手第一把交椅大东哥使用的是来自古埃及文明失传已久的69声音阶 69 tonic scale。 好，那我们的69声音阶 69 tonic scale 的调音法如下。第一弦调高14分，第二弦调高26分，第三弦调高 10.5 分，第四弦调高43分，第五弦调高34分，第六弦调低17分。我们一定要把调音法调好，接下来我们才能好好的调整它的吉他音色。首先，为了要获得像他一样空灵又狂野的吉他音色，我们要将我们的双线圈拾音器设定在中间的档位。那在这边，我将音箱模拟设定成 Fender Deluxe Reverb 的模拟，然后我将中频还有高频转到最大，将低频转到最小。我们来听听看它的音色。那如果仔细听的话，可以发现它的吉他音色里面会有一层破音，所以今天我要再加上一个 Boss 的 Blues Driver Waza。 那首先我们一样先听听看 Boss Waza 的音色。为了要获得跟他一样的清澈颗粒感，我将 Blues Driver Waza 的高频调到最大，我们来听听看吧。不过我觉得这个声音还不够像，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吉他 punch 大到直接穿越了音箱、麦克风，到了录音界面中，将录音界面弄到失真了。其实真正产生破音的地方是在音箱之后，所以我们试试看将我们的破音移到我们的音箱模拟后面。器材调整完之后，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手痛。
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所以大家请睁大眼睛仔细看。在这边，我们的右手 picking 要这样子握，将我们的 pick 握好握牢，这样子才能获得最大的 punch。接下来 lick 的最后一个音，左手要记得轻推四分之一个半音。接下来还有最重要的，要把我们食指往一点钟方向比上去。汪东城摇滚之神鬼龙，台湾电吉他手第一把交椅大东哥的吉他音色。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你最喜欢哪一个 lick 呢？在下方用时间轴标示告诉我吧。